龙威。马龙威，你叫龙威啊？谁帮你取的名字？爸爸妈妈。哦，他们一起取的。爸爸跟妈妈在哪里认识彼此？好帅，爸爸。威啊，龙。台湾。是台湾的。爸爸来台湾做什么？嘉宾吗？哦。然后就认识妈妈，然后就结婚就生了你，对不对？他没有参与，他不知道。没有参与。